一个人睡了4年，如果你也一样，就点个爱心，再爱聊聊呗。宝宝们，找我的话一定要私聊啊，私聊最下方点开都能找得到我。爱上我的男人有很多，偏偏看上你这个坏家伙，都是我天真犯下的错，不应该和你卿卿我我。你真的不想这样？明明不敢想，想了又能怎么样？过些天皇上回来。我胆大，年底咱俩约一下，你胆小我胆小，私信里面聊一聊。用你的手解我的锁，跌入这温柔漩涡，千丈风波。圣诞节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因为最好的礼物就是你。圣诞节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这一生我只能恋爱一次，你将是我毫无犹豫的选择。如果第一眼我便明白爱情，我却不会轻易做出分手的。相爱不容易，你如果理解我的心意，不想你。实话实说啊，我今年40多岁了，我觉得年龄呢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我就是想和你认识一下。但是我不知道你听到我这个年龄之后呢，你还敢不敢和我打招呼？如果敢的话，评论区告诉我。